啊，那有一天，这个老人家看到这个山崖顶上有几棵野茶树，啊，然后呢，就让这只驯养的猴子去帮他采摘下来。结果这个茶叶做出来之后呢，芳香四溢，然后呢，哎，就美名广传呢。啊，那现在那几个茶树依然都还有在的。每年在春天采茶的季节的时候，整个猴坑啊，现在你知道什么景象吗？专门啊，有武警在那边执勤，村口拦起来，早上。啊，7点到8点钟只许进，8点钟之后就只许出了，啊，不然一窝蜂啊，那些茶商去收购这个茶叶啊，会抬高这个物价啊，只有时间段的啊，所以有兴趣啊，你可以尝尝看的猴坑的猴魁，啊，我记得是00几年的时候，我们的胡锦涛总书记去俄罗斯访问，带的中国的礼品茶就是太平猴魁。啊，太平猴魁啊，真正的猴魁现在不便宜，一斤都好几千块钱，啊，好几千块钱，啊，所以这个绿茶也有贵的啊。你像那个龙井茶，物以稀为贵，西湖边边三个自然村那种村落里面有采摘的。现在普通的龙井茶一斤都要1、2千块，好一点的都是3、4千块，啊，这些有钱人。一个小时多10分钟吧，啊，我们去到黄山市的一线参观游览猴村。啊，那游览完宏村呢，我们应该是中午差不多将近12点钟左右啊，然后呢，我们去。这个乡村小道啊，我看到哈，这个小小的村子叫三棵树，左边看过去哦，有一座小小的蓝桥，是吧？从现在开始，接下来进去哦，两边的风光都非常的漂亮，可以叫做田园风光。我们去到的一线，由于背靠依山而得名叫一线，这个一是左右结构的一个字，左边一个黑色的黑。右边一个多少的多，读一，还有另外一个别称还记得吗？叫黑多线。啊，一线呢被称之为叫桃花源里人家。80年代的时候开发旅游，啊，在地呢有出土了陶渊明后裔编撰的《陶氏宗谱》，确切记载陶渊明曾经在此生活过。我们知道陶渊明向往一种田园风光啊，生活叫采菊东篱下，悠扬见南山，所以看过去外面哦，有漫山遍野的很多人家种的菊花啊。但是现在的一线哦，旅游发展的蛮成熟的。早期的一线刚刚开始发展旅游的时候呢，只有单路进来，单条道出去，交通非常不便，是目前我们整个黄山市境内啊，交通最不发达的一个县城哦。没有公路道啊，没有铁路道，公路是后来开发旅游重新有开的啊，更没有机场啊。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一种独特的交通位置，啊，却得以保存了大量的古村落，啊，大量的古徽州文化景观，啊，我们的徽州的竹雕、木雕、石雕、砖雕在这边比比皆是啊。我们的李白大诗人也曾经到过一线啊，为一线写过一首诗，叫《一线小桃源》，烟霞百里间，地多林草没，人善古衣冠。不好意思啊，你好。订的是几间？啊，没错的，公司订的数量就对的。哎，对对对。暂时没有，有需要到了再告诉你可以吗？啊，谢谢你。哎，是的。啊，那个6、7点的。和我们另外一个村子叫西递村，在2000年的时候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景观。我们这一次的行程，我把它归纳为名山、名水、名城。这一次的行程当中的景观有三处是世界级的遗产景观哦，在整个中国这么大的面积上，能够被联合国纳入世界遗产景观的，据我所知，总共42处。我们这一次的行程8天就看了3个地方，一个是杭州西湖，2007年列入世界遗产景观的。一处是黄山，1999年被列入世界双遗产的，一处是我们的宏村，2000年的时候呢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所以你看看哦，世界遗产，我个人觉得哈，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了，啊，所以呢，宏村很漂亮，被称之为叫中国画里的乡村，皖南古村落的杰出代表。来看一看右边这个村子也很漂亮，我也很喜欢哈，背山面水是吧？而且这个房子现在已经很罕见了哈，哎，黄泥巴筑成的泥巴房，啊，很厚的那个墙体哦，冬暖夏凉的，哈，冬暖夏凉的啊，现在只有少部分地方有了，大部分慢慢都不见了，啊。那这个宏村像一只卧着的牛，它是所有的古村落当中啊唯一的仿照生物学建造的村子，啊，村头的雷干山像牛的头部，村头的两棵参天古墨像牛的两只犄角，啊，村里面林子结笔的房屋像牛的整个身体，特别是牛的四条腿呢像这个山是这个横跨吉安水的四座桥是牛的四条腿。啊，另外呢，村中央的一眼泉水开挖成半月形的月朝池，壮士牛胃，绕过千家万户的那一条溪水哦，壮士牛肠，有小肠，有大肠，还有盲肠，啊，然后村尾的那一眼南湖，壮士牛肚啊，所以这个非常的罕见，啊，为什么有设计成这样呢？因为牛是当时在地人的图腾，啊，整个村子都是徽派建筑。啊，是汪姓的一个聚族地。接下来今天和明天看到的徽州文化景观是我们的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徽州文化啊。那徽州文化被称之为三大地域文化当中的中原文化的传承。那哪三大地域文化呢？一个是藏文化，一个是敦煌文化，一个是我们今天和明天要了解到的徽州文化。为什么说它是中原文化的传承呢？这个黄河中下游一带啊，所谓的中原经常有发生战争，历史上我们有看三国志的时候就知道哈。当然像雕刻部分啊，我们只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些了解的还是能看懂。喂，哎，姚二，明天的中餐台湾团16位保存，然后呢把里面的那些草啊灰啊洗掉啊，然后再炒熟你才能够拿来做别的东西。所以芝麻一颗一颗小小的，还蛮繁琐的，弄起来蛮繁琐的。你看这边就是盆地一样的，是吧？整个一线了，就是四面都是大山，中间就是盆地。进入秋天了，你看那个农田里面都黄了啊啊。
还不错的。都有在写生哎，照排单的大概，照排单来写生啊，不然每个学生那么多。小蛋姐哈，星星小香哎，小蛋姐。十帅哥，四十。一只松下。这个我是这个事儿，你看看，哎，这个里面有一百多户人家，有1400多户人正常生活在里面，70%的人他都是姓汪的，那就是汪大的汪。据相传呢，这个汪氏祖先呢是住在一线北面的七宿村，因为屡次遭受火灾，就举家搬迁到我们村后的雷岗山上居住。最开始来的时候呢，他的人口并不是很多，只有13户，建了13座楼，取名红村，希望我们这个村庄能够红广发达。在雷岗山上住了200多年，到了明代的永乐年间，人口是渐渐的增多，有一次遭受火灾。那么我们这个汪氏祖先呢，他们认为这个村庄里面的风水不好，于是在隔壁县请了风水先生来为我们勘测风水。这个风水先生他利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走遍红村大小整个山脉，他觉得我们红村的地形呢是非常的奇特，北高南低，站在高处往下俯瞰，像是一头水牛静卧在青山绿水当中。把我们这个红村设计成 U 型村，而村庄里面的水系则是牛的消化系统，有牛肠、牛肚，还有牛胃。咱们眼前的这面湖，它是挖于明代的万历兵卫年间400多年，
水深有一米左右，三万立方的蓄水量，位于村子里的最南面，所以叫南湖。形象的背景就是牛的大肚子。那个软面包。外面的水看似平静，但是这个水是活水，有进水口、出水口。横跨在湖中央这个小桥名为画桥。我们这个村庄拍摄过很多影视作品，1999年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里面的开机镜头，周润发饰演的李慕白牵马过桥走向标准镜头呢，在这个画桥上取景拍摄完成。一会儿我们会从这个小桥进村，大家过桥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可以看一下远处有山，近处有水，水中有老房子和小桥的倒影。天然的水墨画，我不要看，被誉为是中国画。好，来，我们熟识各位，从这边过桥。过桥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在桥上呢尽量不要拍照，人比较多，不要被挤到水里去了啊。来，大家相互配合一下哈，今天不要在桥拍照，现在人特别多。有的逆向。这像是一把巨大的弓，你看我们现在站的是弓弦上，对面的湖地是弓背，刚刚我们走过的这座小桥它是一把剑，蓄势待发，守护着我们这个村庄。眼前这里这两个山形的水池子，它是用来过滤淡化器的过滤池，湖面很大，清理起来很困难，村庄里面的水流到这个过滤池里面来过滤脏垃圾，方便工人的清理打捞，可见古人的环保意识呢是非常的强。好，看好这边之后呢，我们接着往前方走，沿着这个弓弦我们去看一下这边是我们面向外面这个美丽的南湖而得名的。书院呢，它是清代的嘉庆年间建的，1814年到现在是200余年历史。下方有一块白色的匾额，叫“以文家塾”。以文是个人的名字，叫汪以文，最早由他带领着大家集资建的这个学校的，所以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以前呢，我们再看一下啊。这第一进门，它是一些先生讲课的地方，取名为“至道旁正道和”的意思。上方有个蓝色的匾额，写“为为国华”，说这个地方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那么就要求这个学生要读圣贤书，行仁义事，立修高志，存忠孝心。说读古人圣人的书，做有仁义道德的事，立下志向，做不是上课，而是拜孔子。来，跟着我一起往里走，里面还有进的。香樟的香樟，它有香味，可以防蛀去虫，所以长时间不用经过人工打扫，它非常的干净，不长虫子。好，来往里面走一点啊。而里面的每一根柱子呢，都是银杏的，也叫白果。像银杏长得很慢，里面这每一根它都要长两三百元。特别学生要吃。这个里面一进呢，它是拜孔子的地方，叫做文昌阁，文风昌盛的意思。徽商呢，它也是儒商，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学生上学前的第一件事情是来拜孔子，表示对他的尊敬。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惠州房子有个很大的课上学很凉快，冬天呢会非常寒冷，所以学生在这里上学饱受十年寒窗苦读。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窗户，学生在。
是的，有呢。一己称名天下知啊，怪楚吗？有用。和幼稚园是一样的。上方你看一下，有一块万世师表的匾，国母宋庆龄用来借鉴表彰教育家陶行知的。陶行知他是我们这个惠州人，淮山歙县的。那么这边有对应的一副楹联，说幸福不尽，也是西贤知己，流音若寄，抚慰今世贤人。说古人圣人虽经年远去，我们仍视他为自己的知己朋友。时光飞逝呢，不要碌碌无为，做今生大贤人，教育后代要珍惜时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整个南湖书院的话，占地面积一共是6000多个平方，这边是一部分，然后往前走是另外一个座。如果各位对书画感兴趣的，你们参观结束之后，可以自己回到这边来跟里面的书画家们交流。好，我们先稍微了解一下，来跟着我从这边进。啊，走过来啊，脚下有台阶，注意安全。这边走。刚刚结束电梯，再坐来起来逛。来这边收摊。我老公啊。咱们床铺在哪里？那个电梯。看来从6点早一夜，才来逛书画，体验逛的太累了。就是说，这种人文景观都需要讲。好，我们稍事朋友出来看一下这个空旷的地方，它是以前学校一个操场。那么前方这一排排建筑呢，它叫做乐比园。这个乐比园在历史上，它曾经是汪氏族人一座私人的园林式宅居，后来由于太平天国战乱，便年久失修，这些建筑是被毁掉的。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些，它是根据历史的风貌，在原来的遗址上经恢复的。我们往前走，来了解一下这个乐比园。走上来，往上面走了啊，脚下台阶一定要当心哦。气既燥，言既浮，财既禄，学既满。下联胆欲大，心欲细，志欲圆，行欲方。教育后代做人，不要心浮气燥，暴露才学，骄傲自满。说做事一定要胆大心细，但是智慧圆空，行为呢是要端正的。宽和以和为主题，我带你。葫芦的葫，通我们当地的方言，佛气的佛呢，取谐音，这个叫遍地是。这个是不是基地？刚刚你们看那个南湖边上写生的学生呢，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大院校的。走过来，你看那个墙上的画，就是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画出来的红灯。好，那边走，顺便看一下。你看，做好红灯。很多外国呀，你不怕这自己地理可以看。你看人家画画，你看人家画，宝宝看人家画啊。啊。房子呢叫棒云堂，清末时期它是为秀才的住所，所以它的又名呢也叫秀才地。因为是秀才住的地方，它里面的一些楹联文化底蕴呢非常的浓厚。正前方说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实子可拆可装的，跟小朋友玩的乐高是一样的。把房子的所有的框架都拆了，拿到我们这里来一块一块的拼接回去，这叫整体搬迁。那很好，在秀才住的跟着往前方走，我带你去老人家住的这边过来。接下来房子的简介，叫纯和堂，明清时期的建筑，来带你出去。各位要跟着我走好哦，镇子里面的巷子非常的多啊，有99条巷子，像迷宫，不要走迷路了。跟着我走啊，后面椅子给我拉着。这里看一下啊，拿一条绳子的。好，来这边走。
哦，我这多了。到后院来，左边。那我们往左边走哈，左边过来了啊。这里边是一个那个。这迷路吗？有没有头晕？没有，还好。是的，迷宫一样。来，我们雄狮的职责往前哈，雄狮来，雄狮的朋友在这里啊。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可以看一下饮用灌溉。在古代，为了保证这个用水的质量呢，族长有立下族规。早上8点之前的水是饮用水，8点之后的水它才可以洗涤灌溉。现在证明条件都好了，家里都有自来水，饮用就不用这个了，在里面洗洗东西，洗没就往前。不管了，我们这里没去过呀，我们这里没去过。走啊！对啊，刚好那里有两个闸。走的，那么这个水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指路标。咱们顺着水就出村，逆着水就进村。进来之后呢，不用担心迷路。你们要是走错了，找到这个水可以走出去的，非常的方便。水是最终流到外面那个南湖牛肚子，我们走到南湖呢就走出去了。逆水就是逆水是进村呐、啊，我们现在是逆着水走在进村。不可能全部都运动起来。还有火车女人、飞扬晚星、申城记、搭错车。来，我跟后面上海、北京的，看我这边往这个对面走啊，前面有很多景点的，先不要拍了，待会儿接着活动再过来，走到对面去。好了，我们熟识的各位，这个地方呢，先听我讲。如果喜欢拍照的，我会留时间给大家拍照。这里呢，它是村子正中心，有进水口跟出水口，中间有一个天然的泉眼，常年泉水不断。当年这个形状呢，是给它挖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古人心中有个理念，说花开则落，月满则亏，凡事呢不要做太圆满，要给子孙的后代留有一些发展的余地，所以是给它挖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前方有一排屋顶斜三角的房子，啊，屋顶是斜三角的，它挂着一排红灯笼，有写着旧时光的这排建筑，它上过民居邮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发行了一套民居邮票，其中有一张面值30分，代表。去。好了，一起上来啊，往上走啊。我们说婚人就这样，他把最美的地方建学堂，中风水宝地建祠，它是红村最老的建筑，600多年。举办庆典时会进行一个晚宴，孝子孙女就在这里。隆重立生立义，终将恩荣啊，则代表。红袍的是全天下第一位姓汪的。西周时期的人物，2000多年，周文王姬昌的后代，原本姓姬。他出生时呢，这个手纹非常的奇特，左手有水纹，右手有王纹。当时周天子呢是赐给他的汪姓，他的祖籍在山。来，走吧。车哈，当心一下啊，等等。好，来，直走往前。有没有想到一部恐怖片？是花心。进去看看啦，大哥，看一下啦，小户人家啦。好事好事。好的，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过去呢，我们这个徽州商人呢，他主要经营的是四大行业，有盐业、典当、茶叶，还有收海。我们现在看的这户人家呢，他的祖上是做盐商一家的。
车来到医院，那么这个竹子呢，就是报平安的，竹报平安，紫色的在东边叫福气东，因为大户人家他是讲究。可以看一下这一间呢，是他们家的那个书房，公子小姐念书的。古时呢，有钱家公子小姐不用要私塾念书，先生请到家里来讲学，请家教。楼上给陪读书童住，两边的卧室给教书先生住。所有的徽派建筑，它的格局都一样，中间大厅，两边卧室，大厅很大，卧室很小，我们走走大概四步就会撞墙。因为古人说人有元气，房间小了聚气，大了会伤身。看一下我们徽派建筑当中这些厅堂上的摆放，八仙桌、太师椅和案条，案条上东平西静，中间字谜钟，钟在整点会敲响，叫钟声平静。我带你们去看一下他们家管家住的二把手。伊咧起遐管哦，起咧好咧嘛，看无啥意外。遭受火灾，所以搬到乡下面来居住，就规划这个水系。水系怎样来布局的呢？刚刚我们进村的时候看的那个圆弧牛肚子，来学习的曝光星星的轨迹，星轨上面这个桥是我们刚刚进村时走的那个画桥。等会你们回去拍照的时候，可以借鉴它这个位置来拍照。这里呢有一副文件，这个是宏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颁发证书。你们在这边，联合国教育家给参考。来看一下这边墙上有一面雕刻，这个是徽州三雕里面的石雕，宏村唯一一块保留的最完整的双面镂空石雕，它的两边雕的是一模一样的，上方雕梅花有四只喜鹊，叫四喜灯影，喜上眉梢。下方鱼塘里的水，它从外面牛场里的水引进来的河水，古人说水是财，把水引到家里来，就是把财给招进来，招财的。这个管家住地方呢，它是不开后门的，开了后门财气会外流，所以我们看好这边之后，大家跟着我原门出去，我们去问大小丫鬟。其实原配夫人她愿意把这个贴子丫鬟纳为小妾，因为是她娘家带来的，没有妾室的。那么西边她住的是客人，就是稀客、贵宾的意思。楼上是姑娘小姐的阁楼，看一下小姐是怎么先选亲的。还得往小姐绣楼地方看，绣楼的那个护栏上面有两个方形的小孔，一边一个，这个是小姐的相亲孔。这个相亲孔呢，它讲的是背光原理设计的，公子在我们这个下面，他看不见小姐，上面的小姐看我们下面的公子是一清二楚。有钱家小姐她在婚姻方面是占有绝对的优势，她长得再丑也可以嫁得出去，不愁嫁，比抛绣球过来的实在。她看上是接待贵宾的，这个地方呢是偏厅，接待一般普通亲戚的，中间隔了一道墙，这个叫一墙之隔，千里之外。古时的等级制度是非常严格的。那么偏厅上方这个楹联，看一下，说万旦家风为孝悌，百年事业在诗书。说你的下方雕的牛呢是郭子仪上寿图，讲的是醉打金枝的故事。把这个故事雕家里呢是造的。要下雨了。下雨了，百姓要孝为先。他们现在这个房子它是没有人住的，因为在土地改革，他们家受政策的影响，划成分是地主，地主兼工商，这个房子当年房子建好，建在一个地主，他享有一阶上的工资收入。这栋房子里面的雕刻，基本上是民国前的雕刻，4年雕完。是我们这个村庄里面的红白喜事。我们这个村庄呢有个习俗，就是说新人结
结婚，他们会抬这个新娘的花架，叫红杨树，串三圈，新娘会摆好的。那高寿老人过世呢，就还是会让那个白果树转三圈，子孙满堂，高福高寿。现在这个习俗呢还在延续，这两个树。靠呀，我都无记着。哎，这种画的丑了一点。好扎心哦。一个，有想法。有想法，我很欣赏。走。爬起来无啊？还好有阶梯。不到你了，你再来一遍呢？我要旁边。瞧这里啊！爸，还有一分钟。已经到门口了。这边也不错，不知道怎么下去。发的啊，最早是集团企业化经营管理，后期有一定规模，政府出资全面收购。现在呢，那个原来的企业还是有部分股份参与。